暗能量，一股令宇宙加速膨胀的力量，一个就连爱因斯坦都解决不到的大难题。根据推算，它占了宇宙的总成分 70%。 它看不到，摸不到，我们仍然对它一无所知。到底暗能量是什么来的呢？会不会只是物理学的一个漏洞？零距离科学二，下星期五晚9点。